师姐虽然忽忽地，但系佢对我哋都几好噶。而且佢条仔已经俾我哋怼冧咗，请师傅放佢一马啦。李露薇，既然三凤替你求情，你起身啦。多谢师傅不杀之恩。拖佢入去面壁帘，痛定思过。小辈竟敢闯我峨眉，想搏懵啊！听讲峨眉三凤武功高强，个个都咁纯情嘅，我段云秀想嚟拣翻件啫。死靓仔，峨眉系男人禁地，你以为系鸡斗啊？丹凤系师傅，开！含湿玉女剑法，衰仔是你徒弟？哼，不是我徒弟啊，还有哪个门派咁够胆一个人来玩你峨眉三只凤啊？叔半怪，你杀了啊？他咁喜欢玩，叫他来远啊，做咩走嚟我峨眉家？